迎回来，我是阮胜。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，用到这两样东西的，大概就是淘宝开箱。第一次买淘宝，所以他中福啊。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包裹出场，首先我们把这个先卸下去地上来。有请我们包裹出场。Oh my god！ 我的脸。看不到我的脸了，就是这样大包的东西，等了大概是两个星期吧，就一个星期等他买家发送到那个集运的地点，然后再等他一个星期寄来没事，就大概两个星期这样。没有讲这样多，立刻开着。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，我会把那些物品的 link 全部放在 description 那边，你们。想要买的话就可以去那边找，就等一下立刻开。你以为我要选阿吉妹社长？你错了，我们是来认真的开箱啊。外面那个袋子拆掉先了，这个袋子，哇，我的东西，那整个盒子烂到掉，哎，这脏东西是废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这一包东西，我们先来拆小样的，这个最小样的，这个东西我就放地上先。什么盒子来的？怎么烂到酱？你可以跟我解释为什么会烂到酱？哇，哇，很轻啊！我们立刻开看什么？从最小样的开始先。OK， 我知道什么了，老子已经看到了。哇，难道这样？这是一个镜头的清理器管，清理的设备，就是拿来抹你的镜头啊那些的。其实这一集开箱的大概就是关于我拍摄会用到的器材，就比如这个，这个是镜头的清洁器，已经烂到这样了，烂到这样了，就我们张嘴烂买它。就有给一块抹眼睛的布，一个喷镜头的，哎，不是，这个不是喷镜头了，哇，很热，这是喷你的 camera 的 sensor 用的，喷走那些灰尘。这个就是一支镜头笔，前面开这边是抹掉指纹的，应该看不到吧？然后从这边红色这边推上来。就有一堆毛给你扫掉那些灰尘的，就是很简单的三个东西，又要从这样大箱选其中一个，就点紫冰冰啊，这三个点紫冰冰，点到水做冰，不是我就是你的好朋友，这个 OK， 去开这个，就两盒应该是电池吧，我们分开一个。OK， 紫蓝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什么，现在先打开一个先啦，因为应该是同样的，所以他们就包在一起。这是暴力示范，请不要看。这是什么？哦。这是一个大家看不到，这是一个吸盘的支架。
给大家看。它是什么来的？它是给你放在你的粘在你车的镜子，可以当行车记录仪。有时候拍 vlog 的时候，我要弄一点 time lapse 就可以用这个啦。将来我的 Suku Cam， 它我一买8块钱就两个东西，8块钱这边大概5块钱，两个东西你找到吗？而且没有坏。应该是没有坏，但是这样子可以动来动去了，我是觉得还不错啦，不会讲卡卡的，所以没有中伏。这个刚才那个也是没有中伏。 OK， 这个是一个八分之一的那个螺丝口，他给的是四分之一的，所以可以分两个来换，然后有两个我就可以装两个 camera 啊。虽然这个是支撑不到 DSLR 啊，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我也满头大汗，热，多开冷气还是这样热？这个是。不好意思，哪里开的？本身比较愚蠢一点啊。哦，这边开的。哦，随便乱乱给它开啊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也是我 camera 用的器具。这是一个360度的云台，它可以这样子转的，就可以一直转来转去啊。是我 vlog 的时候用，你看它可以这样子动来动去，是给我 vlog 的时候方便我移动哈。它可以这样子90度了，然后超方便的。给我 vlog 的时候用，然后这边是一个 hot shoe， 如果有时候不要用 vlog 的话，我也可以当成放麦啊，或者是放别的东西啦，就是用这个东西。下一位有请，不要说我学生解释，因为我超爱看他的影片。继续这降大个的东西，还有三样东西，一二三，看要哪一个先。点指冰冰，点到谁做冰，不是我就是你的好朋友。这个就直接把它开下来看。这是让我猜猜哦，这是我的邻家式的麦克风，就是 Lavalier Mic， 我买一个13块，买一送一，超便宜的。我们就用，其实不用用剪刀已经开口了。里面就是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箱子开掉哈，小小包的东西，买一送一。它还有分是 monopod 或者是 stereo pod， 我就两个都拿 stereo。Stereo 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拖出来了，三个东西分离了，这个丢掉，还有这个评论有你，你评论这个事情，你评论10个字以上就给你1块钱，我不要了。刚才讲到 Stereo 跟 Mono 是什么意思？ Stereo 是双声道，就像你们平时有两个喇叭，会两个喇叭一样有声，如果选 mono 的话就是单声道，就是只有一边发出声音。然后我箱子也不用开了咯，果然到这样了，跌出来了，这样子的。这个叫做喇叭热麦领夹式，另外还有一包送的，不过是没有牌子的，我说很辛苦。
所以我也测试不到给大家看。等迟一点，我再开一个影片来介绍我买的东西，然后做测试。所以这个放一边先，我就直接把那小的拆下来给大家看。OK， 就在这边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因为我只剩一个小的东西，所以我知道是什么。就是我现在我相机非常需要了，我现在要没有电了，我快把这个箱子开掉。不理啊，直接帮打。他给我塞这样的纸袋在里面，怎么？哎，不错哦，可以装东西啊，有可能可以装东西、啊。留着先啊，这个纸袋。我现在我要快点开这个箱，不然等下我电的相机没有电了。所以这个收着有用，有可能。OK， 装两块。哎，我只能给大家看一块了。看不看得到我也不知道，因为现在我看那个门太远了。就两片抹镜子的布，两包电池，然后里面送货哦。先给大家看他送的东西，一个 cut reader， 一个 cut reader， 你可以放你的 SD 卡啦、TF 卡啦，你的大的、小的都可以放。然后它是一个 pen drive 这样子的，就插在你电脑里面，方便。或者你可以用 OTG。两包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开一包给大家看。一块 Canon 700D 的电池，加一个保护盒，电池的保护盒。两包都是一样的东西。这个电池，写英文的应该是原装的。这个的价钱就大概在一个美式钱大概50块这样，两个就整百块啦，然后他就有送东西啊这些，可是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卖了啦，我的那间店，当然，当然，还有我相机就有三块电池了啦，所以以后我再拍东西会比较方便，不用怕没有电，所以两块电池。OK， 接下来要开箱的东西是非常繁琐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下一个开箱影片再给大家看。这一集的淘宝开箱就到这边。首先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买的东西，就是这个 battery， 而且它有送东西哦。 OK， 就是这个，然后还有下一样东西，对，就是这个下一样东西，这两包东西，刚才那个 C 盘，下一样东西，没错，就是这三个清理的工具。下一样东西就是这两个麦克风啦，所以今天的开箱，今天的淘宝开箱就到这边。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还有 subscribe， 就是还有分享给你朋友看。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在淘宝订购东西的话，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就可以跟大家解释，做一个 video 跟大家解释怎样去淘宝买东西。所以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